哇，这照片拍得挺高大上啊，小哥看着像个混血。嗯，不过感觉以我的技术也能拍个差不多的。陆光，你觉得呢？哎，怎么走了？等等我！陆光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不相信我的摄影技巧吗？哎，对了，回国之后我也帮你找份模特的暑期兼职吧。不要。